站起来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校友。久违的青春会在校园重逢，却在香港九龙尖沙咀华府遇见，在心中校园，我们一起迎来多少次晨光的升起，青春美好，只因优美的校园，整洁大方的校服。那年那天漫步时遇见你，如今在这里，我们用彼此的回忆将沧桑慰藉，我们欢聚一堂，久别重逢的同学情，让我们分享欢喜。不在于美食，亦不在于饮酒，我们都已深深过去。因为50年过去，今天的我们能欢聚一起，以心中的名义见证青春。今天我们敬上你。2023年午夜致意，谢谢吴校友，谢谢大家。
这才能唤起我们共同的回忆。刘三姐曾经是我们心中的骄傲，当年校董投下巨资排演刘三姐，演员国歌队成员和后勤组总共100多人，在三宝楼演出了20几场，又因热热说落调团的邀请，跟次自然大花浩浩荡荡去演出。今天我们欢聚在这里，还有许多校友，我们都邀请他上台来庆祝。庆祝有哪些校友？王建国、李佩芝、傅林毅、张爱华、陈志勇、陈莲花、陈志南、张群章、关秀云、关青云、陈浪桥、张群强上台。大家还记得吗？以前陈浪桥是扮演什么角色？龙上彩。对了。对了。现在也是大老板，现在他是真正的大老板，而且是什么呢？他是秀才他爹，秀才他爹，因为他培养出很多秀才子女啊，孙子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当秀才也是对的，当大老板也是对的。祝你健康长寿。
红辣椒呀，嘿，这次万见不好意思。今天这么热闹，我们来一段盘歌吧，啊。都摆脱嘞，让水面更摆脱。